仲有一招。好啦，我正話講翻轉頭就問啦，就話咩？咁大卓爾飲乜嘢？你話好多叻啦，好多人叻啦，英國丘吉爾都叻啦。咁啊，你話大卓爾佢識做嘢咁樣，唔識做嘢坐唔到位啦。佢叻在咩？睇到香港唔俾分，中國唔得。好啦，有冇盡香港人？你點睇？嗱，我睇唔到有咩盡力。啊！因為香港根本英國佬都唔理，你講都搞掂就算數，真係噶。山高皇帝遠，總之你嗰邊係自己的地方，好似嗰阿根廷，你話福林斯嗰度英國盡咩？點解佢咁落力咧？佢打福克蘭，點解佢唔喺香港再據理力爭過香港？冇得贏香港，冇乜條件。有㗎，佢哋冇做到啊。其實嗱，我解咧，佢哋嗱，第一呢、這個咧就比較深奧嘅政治，到而家冇人講過嘅，即係小弟今日大口氣，唔係得罪啲傳媒。個個睇死人，兩張報紙或者睇來佬報紙，周圍抄啲嘢。以前更加冇網啦，左聽聽右聽聽，咁高層嘅邊度諗到啊？咪大口氣啦！連我 I C C 點成立佢都未知啦，我唔講咗以前。點解我話我點解我唔出聲咧？唉，世界你一出聲，而家你話愛國你又俾人鬧，你話搞民主咧又俾人鬧。唔搞又俾人鬧，你話唔愛國又俾人鬧。當年嗰啲又咪唔係喎，你夾埋英國佬喺度拗咁樣，十一人鬧到撲街啦，大佬你係咪打賣國求榮做漢奸？不過依一代咧就唔知道當時氣氛，當時仲講緊反攻大陸㗎，五十年代仲係講緊反攻大陸㗎。十年都係講緊，都係講緊㗎。點解佢唔做咧？佢都未必諗得到，佢哋真係未必諗得到。當然係佢要江陵撤退。是他們後來定了江陵撤退，我不可以說我失敗了離開了，恥辱離開香港，他們要維護自己的英國的面子，他才江陵撤退，但他有爭拗，等於現在他的人跟中央政府爭爭普選，他共產黨首先呢就整個原則出來，你一來過我框框給他不用談，他不知道共產黨講的方法都是俄羅斯都是的，嗰時同畢業一講，再搞到兩搞，佢同你講調轉曬啲炮座，射部導彈對住歐洲，普京係最叻嘅，你知道？都係同你講調轉曬。當年佢點解有得拗咧？佢話合咗精神，我間人加爾北，我咪交翻俾你咯。嚇！間加爾南同港島，我立住嚟同你講數。我呢度我唔交俾你嘅，呢度先交俾你先。共產黨嘅想唔制噶嘛，共產黨收收曬，我呢個要開嚟，呢個國立法庭仲裁又得，向下又得，死撐又得，咁你嗰啲人中意嘅，你咪就好翻曬過去，間加要不嗰邊咯。好啦，共產黨如果佢要同你全部一鋪清場咧，你有條件拗啊，你有籌碼啊嘛，我一份合同喺度明拗，上法庭國際法庭打嗰時，你共產黨嗰時嘅火力咁強，你喐我咩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撐住，大佬呢一排搞啦！你話香港人唔俾水唔俾食，你香港人死曬關我叉事啊！你驚我冇牛扒食啊？嗯，我戰難民水嚟香港仲得啊！我就兵，你驚我啲人冇飯食啊？啲鬼佬，你咪餓死曬你香港人咯！我坐你傻，我係賴喺度硬。好啦，咁你就可以爭取到咩咧？嗱，不如咁啦。主權就應承交俾你，就自權咧俾我。自權咧，唔係你冇俾我自私。好啦，如果你同意嘅話咧，你想我一切交俾你咧，全部整手曬咧，我哋就硬掹嗰份協議，你就唔好話合約。大家要承認呢份合約，咁我要提早唔要俾你啊嘛，咁咪整咗廿年咯。我有一次過俾埋你，係嘛？如果唔係咧，你又攞呢邊先，係咪啫？有得拗啊嘛，佢冇拗過呢個方喎，知唔知啊？佢冇拗過嘅。好啦，佢因為佢唔拗咧，變咗我話點咧？你太脆弱咧，冇為同香港人講嘅嘢咧，你仲要喺度話假魔術，整個 BMO 啊，大佬，嘢都流嘅曬，葡萄牙都唔整啦，都收曬全部澳洲人，其實佢澳門人啦，有個戰略目標喺度嘅，邊度等你啲人咧，將嗰啲錢咧，有錢嗰啲冚唪唥投資英國，實際有效應㗎，好多錢喺度儲住手上，但係所以我對戴翠夫人咧。我的評價就是他沒有只是看他英國利益，而且他沒有看得很遠的，如果他要人生的敗筆就是香港問題，如果他有這樣的大氣
我英國人不需要你整 BMO， 我撇開一個英屬的國家，你哋有咩問題，揸本護照全部可以移民去嗰度。好多人附和啦。好簡單啫嘛，咁咪夠氣魄咯，大佬。但係當時咧，大家知道佢又冇辦法睇到中國今日咁繁榮嘅。嗱，呢個事實，如果係可能佢唔係咁諗法，因為當時中國係深圳一片黃土啊，上海冚唪唥藍色衫啊。第一，佢嗰陣時咧風頭火勢，以為好差巴閉，打完科蘭群島喺國家聲望咁高，而今日同佢搞 Star Wars， 就睇唔起啊鄧小平先生。去到除非鄧小平先生中國人，我知好難搞噶，你哋唔明噶，明知你睇我唔起咧，我再整啲衰嘢。喂，大家睇到你個談判出嚟唔好睇嘛，特登擺喺度就明知你等你嘔心啊嘛，嘔心。唔等藤本得唔得啊？等我靚啲嘅桶得唔得啊？等我花盆得唔得啊？係嘛？等個紙巾張咗，特登多你咩 cut 杯，即係就等你阿媽咧上曬頭，亂曬龍。唉，唔好搞啦，早走早著，遲走瞓著。你明唔明啊？呢個流亡嘅戰術嚟嘅呢種共產黨最慘叻佢啦。你要搞君子戰術一定唔得，搞發爛渣啊呢啲係齊曬嘅。你明白流亡共產黨個國家？會唔會大家想不到畫面有個談判不好看呢？他不理你嘛，他最緊要贏你個鋪嘛，所以你頂不順，頂不順不加嬲到震咁行出嚟，歷史一跌啊！歷史一哭，堂堂歐洲的霸主英國啊，首相，啱啱對住就啱啱問，受你氣啊！咪黑拖，啱啱清咗個咁嘅談判點頂啊？仲話要一定收回，有時啲女人好難頂噶。佢咁剛強，更之難頂。你最簡單，你啲小朋友有時衰，你而家溝女啊啦，你約曬開 party， 喺你面前吸住一早走曬，你追到女，走曬。我唔差勝過，係咪啊？中意你先騎係咪先？因為你黑兔咧嗰啲細菌啊，是禽流感啊，咁啊，你講啲粗話，人都死啦。佢帶班同學嚟話介紹，使咩識我咁啊？乜嘢 face 冇曬，係咪實死？嗱，你有身家，中意你有錢都成。係嘛？所以咧，佢我就覺得佢咧係冇為香港人做嘅嘢。我話另外一樣咧，就佢都涉及中國文化。後屘個仔出事噶嘛，搞幾多無謂嘢啊？係嘛？周圍勾結嗰啲官員啊，搞幾多無謂成日生意啊，係嘛？搞幾多無謂嘢，叉住我個仔啊！所以我哋對太歲夫人嘅評價咧就咁嘅。但當年佢當日佢坐咗上做首相。佢唔強硬唔得啊，大佬騎虎難下，特別女人添，射咗一邊頸啊，撐到底咯，唯有。不過處理公運咧，係一個成績嚟嘅。唔係，佢就要撐到底。佢就嗰鋪一定撐得，但係你成敗得相未知喎，當日。咁係啊，歷史就係咁咯。因為大佬永遠都係望翻轉頭先知。嗯。啊，佢撐幾多勢力啊？但嗰時佢左派勢力好厲害噶嘛，到而家仲好犀利嘅英國。所以咧，我就問你嘅功過咧，就話戴罪夫人就好多人睇唔到佢喺呢個政治方面咧，佢係比共產黨慢一招嘅。好啦，佢又唔事前咧，佢唔去了解同你談判嘅對手係鄧小平，呢個有好厲害噶嘛？當時美女針嚟嘅話，鄧小平當時英國了解中國最深，應該係魏奕迅。他不信我就講，他不信他嘛。他比較了解中國文化，中國教就講嘛。即係做咗咁耐嘢啦，識咁多中國嘅。大佬話阿姐嗰時點會聽人講嘢啊？風流火勢，世界聲望咁高，個個雲陀陀啦，係咪先？自己睇唔起，佢睇唔起共產黨，你食都有問題，經濟未搞得起，嚇？你國際冇咁文友，淨係俄羅斯係嘛？